舔狗，这是舔，这是舔狗吗？刘丧，你快闭嘴吧！清醒以后，我一名绝世帅男站在地。Hello， 乐产业编辑部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本期 Reaction 呢，我们请来了茶艺大师刘丧的扮演者刘畅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畅，在重启之极海听雷中饰演刘丧。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请的高人刘丧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以一个绿茶干杯为开头来进行我们今天的 reaction。 好的，干。好，你知道大家说你是什么吗？你知道啊。你知道我跟你说了是什么，是什么意思吗？对，就是他只是一个高人，然后就是高人不能让不是高人说的，他只是考古队大顾问。三叔，所以这三叔是真爱啊！对，所谓你量身定制吗？对，长得好丑。什么高手啊？这大神拿出来了。怎么他穿的像房产中介？就是让人觉得自己比较帅，是吧？对，特厉害。他这个牌子也是很好笑的，居高人。高人高是吧？高人是不太有姓名。我叫高人。别走太远，走太远也听得到。听力异于常人，对他太客气了。这刘畅真的摘老姑子，打得过的吗？打不过，就是无力值。学会一身的这要打起来，小哥很棒。哎，这也整不长大了。我要哎，太烦了。这不是我他的爸爸了。高人穿太整齐了，这样在路上跑不动。所以他，所以他当着。小哥换衣服呀，故意的，这是个套路。来喝，先喝为敬。把这照片拍了，放到那个超话里卖。手机，哎，当时就是道具就还给道具老师了。哦，所以你们想要。秀一下道具老师，正好把那个图发给你。是不是你看到了？先把那个图发给我。谢谢。是不是被镜头练了很久？练了很久，真的。真如此字，真的练。之前也有练，但是没有到这种哇线条画的程度，对啊。这会可以画，学你啊，画的就更羞耻。这个老师是画的还是贴上去？一般就是往上贴，哦，很难卸掉这种。对啊，就是一般不是贴完之后也要好久才会掉，而且这种就是每次要卸三天，掉一小块钱，对对，然后那个图案就容易丑陋，真的是的。其实是讨厌木鞋和胖子的，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他的拖油瓶啊。当时是不是还上热搜了？就是刘丧气死我了，对，有上了，说明真的很气人。哎，当时我说句实在话，我正在看，然后我正在发弹幕骂我自己。你发的什么弹幕？刘丧，你快闭嘴吧！就在刚才那个，就是骂木鞋那个，对。就跟刚才他看到的一样，然后就被叫过去说老板找你，然后就有了那张他对扔到地上的羊皮，对，拿着拖鞋，天呀，好漂亮啊，偶像，其实是在夸偶像漂亮，真的吗？不是，是说这个屁话，一语双关，对，偶像哪儿漂亮？偶像可不漂亮，你偶像都先跑了，不是先跑了，他是。他在气死你了！我跟你，我想象中，偶像这个过程就是他在旁边看了，说：“哎，刘畅怎么突然开始失智了？”然后到后来满头大汗啊，算了，还是救他一下吧。这样的，十分勉强。你这样没脑补进去，能理解。对谁都十分勉强。对啊，对啊，能救我不错了，我心怀感激。我操，难怪这么丧。但偶像有救我了。清醒以后，我一名绝世帅男站在地上。这是什么偶像剧剧情啊？有一说一啊，偶像画的图不如我。有点小骄傲。这个图一般人也看不懂。主要是我带着工具去的，但是他只有现场的。对，是的。他画了一个大自然的跳格子。但也很帅。是的。好，这滤镜看来一直在。你看我画。好，表扬你一下，要不要送你一朵小花？好呀。铁三。我们铁三角今天看来真是要 game over 了。
我记得前面那块最逗了，就是底下有沼气，那你别抽烟啊，然后我刚不行，我倒回去。沼气，沼气怎么都出来了？别抽烟啊！请看这两个神气的眼神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抽烟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是提着提着没有用的心。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胖子可爱的点，就是临危的时候还是很幽默型。就他属于那种，就是你好像觉得这个剧情让你很害怕或者很紧绷的时候，他就突然弹一下。是的。就是所谓段子里的那种一发技。对，一发技，没错。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其实船上的戏拍了很久，拍了半个月，因为那空间特别小，拍一条就要花好长时间来复原那个景。你怪不得拍了180多天是吧？半年。很久很久。他听到了，二叔在上面，可以啊，蛮可恶，哎，可有用啊，我给他此类题材忠实粉丝。你看他一开始就你了，哎呦，要不说我丧呢，都马上要上去了还被人给扒了下来。是有也扒了我啊，就是这样了。Guo'er和姑姑，吴先生人太好了，是还跟这些道歉，对不起，善良，谁对不起谁？不能有人看看你吗？我不重要。这个场景你看到应该没有我，我不敢往前凑，没脸，哎，没脸啊。好，要干什么？道歉啊，孩子。这才就结下革命友谊。放了 BGM。对。A 告诉我说我在闽南有点需要包工资的意思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，他闽南人本地。哎，那我就要问问那个。哑巴公主怎么说的？哑巴公主，你刚说的是普通话。不是，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哀告公主，哑巴好像不是哀告吧？那是什么？通常不会这么直译，然后哑巴是哑巴，就差不多的意思，就没有那样。哑巴是哑巴。我错了。好，他可能有可能他客家话或者其他，因为闽南语有很好的体系。对。好吧，我们可是每个村都讲不一样的，激情反尊一下，我不为难你，挽留我。啊，这部应该也有拍到，你就他有拍到，不能剧透，不能剧透，剧透会出事情。OK， 但是。帅吧，帅，要是帽子好萌，戴上以后，发现全剧一个唯一不用做发型的。用，这么有偶像包袱，都戴上了。因为有一些地方是要摘掉。摘掉哦、你的偶像是全剧武力值最高。Of course， 骄傲嘞。这还用说？陈楚恒好帅。你发现他把头发搞得那么乱七八糟，还比较帅。他已经不是。这是认真做的发型，好吗？胡说八道。就他把头发梳得很整齐，就感觉就变得流丧了。对呀、啊，朱一龙开头那个发型简直了。啊，那个是假的。那个我当打开那一瞬间，我想要关掉。啊，我也是，我以为打开麦克。我觉得很帅啊。就很帅。这也是带了滤镜。是今天给你的那个 ending， 最后的那个。好，辛苦辛苦。